是各位吼，获得非常好的商机。好好再次拿到金手奖，台立工商校长杜金洲是相当的欢喜，因为这是因美容科学生连续四年拿到金手奖了。杜金洲表示，因并无特别选学生，也是指导老师，为这也当看出好好实力。全国技竞赛不只是要技能，而且还要学科的考试，两个成绩去平均，学科四科平均。那么我们年年都得到金手奖，这个在全省啊。算是相当相当的难能可贵，哦，代表学生老师素质都非常的高，那么学生技能知识都非常的优秀。除了台立工商美容科学生李彩英在今年教育部所举办的全国学生技艺竞赛的美发组摕到金手奖的好成绩以外，还有两名参赛学生谢佳怡、黄怡丁得到优胜。指导老师曾一婷表示，这拢是学生努力的成果。得到金手奖的选手是因为他本身在技术上面很有兴趣，那再加上不断的努力去练习。然后我之前有跟小朋友讲过说，其实你自己本身的技术好不好，对我来讲不是重点，我在意的是你在学习的态度上面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对，那小朋友他们也因为很努力啦，也很谢谢学校的栽培。今年拿到金手奖的学生李彩英以及优胜的谢佳怡，都是无休困，一直练习照今天的成果。他也勉励未来要参与比赛学生努力一定会当有回报。勉励学弟妹就是不要放弃，然后就是坚持到底，最后成功也会输。就是有时候很不满意，然后就一直鼓励我，叫要做再更好。台立工商美容科学生已经连续几多年在全国学生技艺竞赛中取得好成绩。台立工商也勉励所有的学生将金手奖变成好好的传统。记者陈心畅报道。